社会奇情录，有人为生活出卖灵魂。其实嗱，佢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好悲惨嘅历史嘅。我总可以想法帮忙你嘅。其实靠两手，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啊，人穷志不穷啊，正正经经做嘢，咁只系路噶嘛。等我两个女认翻嚟啦，就系皇天有眼啊，女妈。1月1日开始，逢星期一至日，粤语片台《社会奇情录》。